当时让这来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我比较敬重咱这些为国捐躯的一些烈士，和一个本身对于一个男孩对于军人的一个，因为我残疾，不能去当兵。战争咱怎么看？咱确实有点远了。对于烈士来讲的话，我只觉得我在他们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是奉献的一个精神。他们为了国家奉献出自己生命，我觉得咱90后吧，作为天属于中国的一个属于，就算是年很年轻，80、90现在是很年轻的一代，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种奉献的精神，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